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。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，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，细而无所不入。天地生成之后，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。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，各有其时，四时之交替，万物之消长，各有其序。而最宝贵的是，各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，曰性理，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，能听，能吃。 能动，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慧。